第45题，比较这杯饮料在准备导致前后放在桌面上所造成的压力有何变化，原因为何？在桌面的压力并不是液体压力，所以它的公式不是 P 等于 HD， 而是所谓的 P 等于 F 除以 A。F 就是正向力，在多数题目这个就是所谓的重量。我们同样一杯的梅子绿茶，它的重量是一样的，所以它的 F 是一样的，正向力是一样的，所以差别就差在我们的面积在来影响我们的压力。那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导致之后我们的面积呢是变大了，所以我们的面积变大，那 P 等于 F 除以 A 之后呢，那么 A 的面积变大，那 P 呢就会变小，因为我们的力量是保持不变的。那么所以我们的在桌面上所造成的压力变小了，因为我们的受力的面积变大了。第45题问我们说，放在桌面上所造成的压力有何变化，原因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压力变小，因为受力面积变大。